拜托，请救救我！可是我看到这颗人头，代表他应该已经死掉了吧？你 生物在，我在缓和气氛。我好，我先，生物完全就是超不怕这个东西的，哇，我觉得好厉害，脑袋超怕的，真的，因为你有开那个模组，哦，你有光影模组会更黑，超黑的，可是其实还好，因为他有小优哥有说那个拿火把会比较亮一点，哦。嗯，不然我就不要拿好了，我试着拿。不要啦，这样太黑了。嘿嘿。哦、oh, ，好亮。可是我完全没有看到灯诶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可能是光影吧。哦、oh.。然后继续走，好暗哦，超暗的，对啊。我都只看得到我的脸。你的脸，超 fashion 的。我觉得黑黑什么看不到，我比较不会晕呢、欸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就用黑黑的好了。那我们到54区了，解锁。解锁了。进来喽，打到了。这里还蛮大的耶。这里面写的那个马特，我刚刚一瞬间看成了张马特。马特。马特莱班多维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他建造了地底区域。1994年，他曾经是个外星人监狱。所以他之前这边是个外星人监狱，因为他收养过外星人。他做外星人做儿子，哎，应该吧？那不知道是哪里结束了。这里，你看看在旁边他的一声，然后我也跟着一下，好，先进来。等一下，那有人。怎么办？我刚刚还想要去跟他打招呼。天哪！你可以打他。天哪！等一下，他不见了。有很多灯泡。好，我恢复了。是不是有点太淡定了？好，超淡定的。我现在在拿熔炉，我现在在做了。我碰到那个火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哎。我烧起来了。我跳一跳会不会缓冲一下？哎，真的有比较快一点的感觉。你是下一个，好可怕！不要这样啊！我要给你一点灯泡吗？我这边有四个。哦，好，那你要火把吗？哦，我有一把。请问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何？我来捡灯泡。我们来捡灯泡。那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已经。应该只有我而已，只有我被吓到。这边有两间，我先走这间。钥匙68SB， 六十八 SB， 好吧，68SB， 那是型号吗？应该吧，66SB， 66SB， 没有东西，可是我听到外面下雨的声音耶。嗯，好讨厌这下雨声哦。这里有一个灯泡，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旁边有个箱子，这里，哦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是。你要灯泡吗？哦，这边有四个。好，我把所以是这个钥匙可以在很暗的地方插一下，再把它打回来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太棒了！哦，这边有一个路、欸，哎。可是感觉好黑暗哦，我们先走这边好，这边有一条路。哪里？这边、哦。好，我先走。我走喽。我站到那个蜘蛛丝。熔炉没有东西啊。哎、欸，我有两个火把，为什么？哦，里面有一个灯泡。刚刚插了一个火把，然后你、哦、然后又好，那给你。没关系，不用。我们每个人都各拿一支麦克风。等一下，我深呼吸，然后再进去。一堆人头。这让我想到魔女之家，它有一个地方是要放人头。哦，真的吗？而且还要数它的那个位置，很有点麻烦的一个部分。那个外星人是有什么很特殊的事？他好像有一些很奇怪的嗜好，这样子。为什么？
我拿了一个电收集那么多保安卡哦，我这边我这边有三的吧？保安卡三哦，我这是几？你是一吗？要太你会冒烟了，要去对啊，刚好像是发光的关系会冒烟，那我们需要走上面那一条路了，虽然不想走，但还是得走。三面馆好黑呀、啊，我先走喽。我想要缓和气氛。我已经感觉到，感觉到无比的欢乐感。真的吗？应该吧，应该。太好了。这边没有什么东西耶，两个灯泡。我找到了。哦，有第三的。那你拿吧。下面有路哎。你拿吧。我下去了。我下去了。那我拿。好，那我先在下面探索一下好了。在哪里？哦，我找到好多灯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下来，这上回得去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拿到九个灯泡。哦。哎，灯泡可以重叠。嗯。我把它重叠在一起。哪里？然后还得到一个奖励，奖励写什么？恭喜拿到了神秘房，找到了神秘房，拿到了神秘房，哦、去拿你的奖励吧。那好，我拿完了哦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所以这是刚刚我们开不了60CSB房。所以右边走完，那我们换左边。这是什么？保安。叮叮，打开了。刚刚哪里解锁？这边。那我们要、我们要先去开那个吗？那个保安三那一区。也是可以啊。走吧。因为感觉好像要照顺序的感觉。对不起，爱跳的小孩就是不就会变这样。又看到人头了。结束哦，噔噔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东西。骗人，只有按钮哎。哦，这是电梯吗？应该吧。什么东西？电梯的声音吗？你的精神值很低。我现在只看得到喵太的头里面。我也看到神户的头里面。我们挤在一起。你的也是空的。神户的头空空的。你的也是。常常我们不要当电灯好了。出来了。这里好亮，突然变得好明亮，所以我们刚刚错过地上都是人头，突然觉得很明亮，我们就无视了，刚刚已经惊吓到，我被热水吓了两次还三次左右。我们是不是快玩完？不知道可是我们刚好像错过那个啊，可以再坐回去吗？还是可以出去啊？不行不能坐回去。这件是什么？你需要保安考三，有了。这是什么？MZ101，我们来到101了。我们得到秘密之秘密钥匙 ，Secret Key。我走。所以这里是哪里、不知道，可是我发现背景音乐变了，变成那个很和响的、很和响的 Minecraft 的音乐。真的吗？开了。是秘密之房吗？两个 Small Flash。还有一个 MZ102， 这个给枣，哎不，不是给枣子，说错了，给神户。他等一下，你会突然换音乐下你真的？好，继续拿着麦克风。所以，是这一间吗？开了，开了。这是可以穿的意思吗？不行，不行，穿话。这里又有灯泡，灯泡你拿。好哦，我拿到21个。天哪，你有21个！我又可以转化布了，没有东西了。这里可以进去。好，那我进去。好暗，超暗的。那我先想偷里面。什么东西？大厅的钥匙。大厅的钥匙。还有什么呢？解锁了，我
我得到大厅的钥匙，然后还要去哪里打开什么东西呢？哎，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快要结束了？不知道哎，感觉好像快没了。大厅的钥匙关起来，我必须回头。嗯，为什么？我要回头。等下，你后面有东西。你有没有东西？所以我就是不要看后面啊，就是不要看后面嘛。所以后面有什么呢？等一下，那我缓和一下，因为我觉得等一下他会惨叫一声。你在扣血？对，我在扣血，我在扣血。我没有在扣血。快点按你的左键，喵太。快点，我要吃牛排，可是不能吃。快点打他！我把那个。等等，贴到前面。那他喵要死掉了。我剩半格血，为什么死不了？我这为什么死不了？我应该点一个灯吗？和平吗？谢回复了。哎、啊，我开灯了，我点灯了，可是没有反应，没有画面。糟糕，你必须跑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可是我没有画面啊、我呈现了黑暗的状态。真的吗？嗯。是还是因为模组关系，所以就对了。点个火把，你有看到东西吗？我试着把画面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看到了。我看到有人头，不是人头。我这个打不掉了，他已经被我放在那裡。哦，那我们走吧。他叫我们要跑哎、欸，不然我们你必须跑，不然我就会杀你。那我就跑喽。好喽。哎、欸，可是跑不太动哎、欸，很慢。可是地上都是血迹，还有蜘蛛。看，对啊，还有蜘蛛。看着地上，我可以不要看前面吗？前面好暗哦，好恐怖、哦。我也看不到前面，我看得到你在冒烟。哦，对啊，我在冒烟。哦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这就是出口吗？一定的。哪里有阶梯呀、啊？这边有很奇怪的漏洞。那、啊、这边有那个门，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这边有朋友被挡住，我听到燃烧的声音，超黑的，神会不会在哪里？我在箱子，好黑哦，箱子。哦，我在你后方。哦，我刚刚想说什么东西，太可怕了。这个，这边超暗的，哎呀，我现在卡住。所以这样一直往前走就是出口了吗？哦、我刚刚被蜘蛛打，呼吸声也吓一跳。虽然那个是沼泽呼吸声吗？对啊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沼泽呼吸声，所以应该没有都没有。继续前进。好，我继续前进，不要再笑我了，拜托。我继续前进。这里是前进的地方吗？我继续前进，你不要再笑我，拜托你。我看的地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看着前面，要不我看着地板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现在走到哪里了？不知道，我看到你的名字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，因为我。你好像又被吓到了，很恐怖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眼前一片混乱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现在看的地方，我快要过去。为什么我没有听声音，我会被吓到啊？我现在看的地方，我看到光了，我出来了。会这样，是走太慢了，好恐怖。好吧，可能我走到。我帮你打盏灯。我走太慢了，天哪！就是因为我走太快，所以一直被吓。你要把灯关掉啊！我看看楼楼有什么？没有什么，继续往前走。哦，所以还要继续走吗？嗯，是的。可是这里变得好亮。哎，这边不能出去。哎，什么都没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可以把它再开回原本的那个光影。好的，我们看到的夕阳，好美的夕阳哦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没关系。哦，这里过不去，那我们是要直直走的意思吗？应该吧。朝着那个美丽的夕阳前进。我的是蓝天。就快到，我必须走快点。我必须找到我的车子，然后告诉全世界 Area 51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看到我的车子了，那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被挡住了。我也被挡住了。那是嘿，救我！军人，你站住别动！拜托，请救救我！我说站住！在禁区里面有两个怪物，他是杀了我所有人。拜托，请救救我！只剩下你一个人吗？
还有生物，我是最后的幸存者，拜托请救救我！告诉你在禁区里面的植物。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不知道，请救救我！开枪！啊！我真的听到枪声，刚好讲到结束。江南 style 不，江南 style 是什么？你死了！我死了！我们被魔法杀死了，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暗重生吗？我重生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这是天堂吗？我看到一个脸像头。是天堂。或许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一切，都只是一场梦。可是我现在在哪里呢？哎，我看到。那是什么？用什么东西跑过去？是什么？他来迎接我的吗？他像个笨斗，扫地板，长得有点歪的。天哪，我找不到，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结束了耶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哦，刚刚是外星人吗？所以结束了吗？感谢游玩。我不懂，我不知道这个在玩什么。感谢游玩。我只知道我现在头很痛。希望你玩的开心，还有记得评分打评论打分哦。翻译，哎呀，翻译者后语，感谢各位大大游玩，可以到巴哈写下游玩心得或贴实换网址哦。还有今晚睡得好点哦。测试者萌怎么来着的？还有奈娃，还有羞羞。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吓的我。你想破坏我这个愚蠢的地图吗？怎么只有我？你要看人呢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你？等一下，我重登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。哦，我进来了，有看见我吗？哦，看到了。你有看到我？有，我看见你了。那你要破坏这个地图吗？你觉得我们要破坏？为什么要破坏它呢？它就射了，就按吧。哦，是，好，那我按哦。你真的想破坏我的地图吗？发生什么事？当灯关上时，你将死在再次什么东西？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讨厌我的地图？告诉我一个原因。因为你设在那里啊。因为站在那边了、啊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暗的头啊。不敢吃。哦，感谢你的游玩，你的游戏模式已更新。很好，作者不错。所以就这样了吗？哎，道具全部都被收走了。哦，天哪！我是创造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是创造。所以，我们那个很奇怪的头是什么东西？是哦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去看他们这个地图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那个电视是可可豆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到处跑了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地图多大呢？哦，其实我都开二格，等一下我把它开到最大。喂。好的，我把它开到最大。好，那。如果喜欢我们这次恐怖地图吗？应该虽然这次刚才比较蛮多的，真的这图片啊，不，这地图超大的。嗯啊，结果这一次的恐怖地图只有喵奶叫，生物根本没有反应啊！啊，生物真的太淡定了。因为我们100分，我现在才注意到我们右边100了。哪里有？右边一个什么 M 什么的，哎，还是只有我有而已。可能吧，因为我有装模组。哦，你说就是旁边什么什么 mental health 惊吓指数吗？因为我应该是破表的。你100，我也100。好吧，那公平。那我声音一直怪怪的，还是请神父做守卫吧。哦，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次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点个喜欢或是订阅。如果想要知道我们更多影传的讯息的话，可以点下面的魔力优格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更多影片咯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。嗯，要说拜拜了吗？嗯，差不多了。我再不说拜拜，我会哭出来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